飞机的一天，携家飞机的一天，然后我们的乘客好吗？就是其中一位。Yeah. Yeah. 请问你有担心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机师在那边。可是驾飞机的人是我。你是 co-pilot。可是阿盖问到一个问题，你会就是晚飞给老吗？没有做过，应该不知道。等一下我们上飞机看一下驾的时候。等一下要坐啊，坐沈凌驾的飞机，当然是很兴奋啊，因为他是不会驾的嘛。所以就啊，兴奋到想要跳出去。保佑啊！保佑保佑啊！我一旦降落伞的啦。OK。然后几个人坐啊？三个人啊？四个啊！啊，这样子我们带三个，够凑钱。谁没有就不用带。所以现在要看谁对我不好了。启程了，我们要坐这个车去那个机场里面。然后就是我今天第一次驾飞机了，不过我要先上车了吧。现在我们上车了，启程。然后你看到你隔壁有一个人在吃东西，他是准备要给我驾的时候。饿了我。看到飞机啊，这是 helicopter 啊，然后我们坐到哪一辆还不知道哪一辆，这样子自己拍好了，一那边。那现在要上飞机了，那个人说，上课要学驾飞机是十分钟而已，然后在飞机里面要驾的时候是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等待了，上来就不能下来哟。这个就是我们坐的飞机啦，等一下我们要上去啦 ，OK？ 你要拍我吗？他是有睡的，来，我们进入他来演 ，OK？ 我这边。你有抓到 steering 的，你自己要换的啊，我自己在后面转哦，自己在后面换灯头啊，自己转。我进来就是这样玩。今天早上八点就起身，昨天三四点睡觉，现在其实很想睡觉，可是要等。等一下又要赶场，快点那飞机，快点回来啊，快点。这是飞机的身体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构造，然后这里呢就有它的飞机的轮。刚才的人有说飞机的轮通常是会打满风，因为它很轻，尤其是脚架飞机很轻，所以它没有这么多的震动。这边是飞机的翅膀哦，这个尾巴累死不累。现在就该我们准备要上的飞机，我们要起飞了，还有五分钟的时间，现在是1:36，天气很好，不过有一点黑云哦，希望不会轰轰轰轰就 OK 了。看有人在做戏。Hello。
阶段，停在一句再慢一句，那才是悲哀。希望有机会。